大家好，我是Sandy，欢迎，我是叶阳。我们今天终于踏出台北了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厉害了。我们这边好要介绍一下。我们在高雄。对，我们在高雄。其实高雄有非常多的玩具店、模型店，对，然后我们开发到这一间，对，模型店，对，之后会慢慢推荐给大家更多的不同的玩具跟模型店。那这一间呢，多多玩具，耶、我喜欢这一间的那个装潢的风格，应该是属于都是木头元素的，是，然后黄灯，所以就是暖暖的感觉。我蛮喜欢的。哎，设计师开始讲装潢了。对，开始讲装潢，他讲装潢有点吓一跳，他想说，有没有要讲地基？我觉得他这个格局，这个地板铺得不错。今天是要来抽盒碗，对，那这边有一番赏，只是他主力是盒碗，老板会被我们吓到，太冒汗了。哇，这个肥婆太肥哦！它肉肉哎，它肉感哎，这是羊最喜欢的。这不就是我吗？高雄的合作跟台北合作每一间的风格都不太一样哎，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从来都没在台北。对，我们在台北没有看过的。它是互动型的，它可以放在这个上面哎。我要巧克力。哎、我也是巧克力米哎，牛奶的好像也可以。我要隐藏版。哎、我这两个我都可以。这个我还好。喜欢肉肉的，可是这个这种系列的我还好，它可能不够肉。我喜欢那种肉带点油脂的感觉。你拍我干嘛？二路四啊！哎、包的不错哎、可以吧？可以哎。收钱冰淇淋。对啊。它屁股还翘啊！哇塞，这个屁股也可以。打一下啊！我要打一下。谢谢你们两个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个。下一个。五年的东西。这个是泡泡玛特，之前你不是有推出一个也是全系列的泡泡玛特？哦。然后它这一款的龙，看它的龙是长这样。哎呦，哇，这个灯笼熊，都是跟那种过年有关的。对啊，它之前有出啊，好像去年还是什么有出一款、我也想要抽。我想要龙的。抽到你要用什么跟我换？用一个肥妞跟你换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要，我们还是不能咬合，鼓励一下、啊。这是虎年出好多东西都很可爱，对啊，年肉就超多的。哎、这很大哎，超大的。谁？是龙吗？哇，是龙。大象哎，小飞象哎，超超，好可爱哦、啊。那你超超的鱼线龙纹怎么那么低落？超超少哎。他拿进不了哎，好可爱，好吉祥，我喜欢那种过年气氛的这一种，换我了。我决定这个送给我婆婆，她只要是烧任何东西，她都会要。啊！大鹿，我这个抢到了。我就啊，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它只有一只而已，不是。我就抽到了，我养抽了婆婆了。给我，不行。你拿其他东西，我想要跟我换。你看，你看它是那种过年的那种，那盘子，然后里面有一个小汤圆那种的。不是，就是桌上会放喜糖吗？啊、然后就那个汤圆糖啊，各种不同的糖，然后用这个盖子盖起来。哇塞！我一抽入魂啊！这是我要的，除非你拿更好的东西跟我换。我拿一个一定比你更好的东西。你讲啊！我等下带你回家。好，啊、不能，我自己搭电车回家。你想要谁啊？我想要龙，等挤一下。完了，这个颜色不太对了。Oh my god， 抽到千网哎、他是千网吧？为什么他是千网？我不知道啊。他倒钱下来哎，很服哎，他给你钱呢，他倒很多钱。哎、他是羊哎、欸，对我傻眼了，他是羊哎。接下一个，他抽老姑姑，我有点傻眼。这是我的，超强，好爽。老板刚刚拿出来说，哦，我没有抽到龙，他们昨天抽到的。哎、这个他很帅哎，超帅的啊，这次龙帅到炸裂。他会荧光吗？不知道。这假的。有哎、我觉得我懒布布比较可爱，没有声音了。那是你的喜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看下一个。好，你等一下再想想，感不感应得到？对，好。福禄兹哦，老板刚刚拿出了一盒、这个跟那个刚老虎的那个啊，虎年的那个是都是最新的。老板对，老板这边的进度这么新哦、这个是全部懒布布哎，这个很要求哎，这个还要抽吗？这是要包吧？这个是西瓜，我要第一个。我这个是 kiwi 啊，你先开啊。
可是羊跟山真的很爱吃奇异果，我真的是无法。奇异果很好吃，奇异果是水果之王。你知道奇异果是可是很健很非常健康的一个水果，非常健康，我完全无法理解。嘴巴破洞吃奇异果，你快要感冒都吃奇异果。对，我只要吃奇异果，我就是直接送医，也是我。它超可爱的，然后又睡在上面。床在它的床，它对啊，它的床啊。如果是挺平，你要把这个丢掉，然后留上面这个。因为其实它上面这个也可以单独啦。对对对。可是这样子才可爱啊！我没有很满意。不会，你在抽屉里就不会再吃奇异果。对，没有奇异果了。而且你要传奇异果去接到奇异果工厂。哎，有什么我喜欢的？是什么啊？草莓。我跟这件那个气场很合哎。可是你一翻赏又不太行。那如果这件抽到一翻赏，这老板这件一翻赏我就来抽好不好？老板直接抽到那蛋。哦，你看他抽到七草莓，一个插紧一点。哦，七草莓，这是我的。啊，你不是？不要，就是给他，我们拿那个。没有，我要不要挖那个虎年那一个？为什么他这个没有配件？对，你这个没有配件，有点小哎，完了。哦，这是。这是封面图哎，它这边有这个有配件，它有黄色小鸭啊，然后柠檬片，然后它的那个浴室的地毯，真的很cute哎。我抽奇异果这种委屈，应该可以再抽一个了吧？你奇异果是我想要的，我觉得很棒啊。我很怕打开又是奇异果的那个，我就是无言。这是什么啊？桃子。桃子。对。哦哦，它在定功哦。对，它是珠光色的哦，这一只美猴王。对，它是珠光色。珠光色就是赞。我觉得可以呢，好可爱哦。这系列超可爱的。要不要下一个？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这两个是同一个系列的，然后它特色是这边它可以拿起来。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年味很重的，我觉得这边东西都是我没有看过的哎。应该说风格不一样啊。对，好可爱哦。是什么？吹糖人。哎，你看它的这个好可爱，它的纸卡，吉祥如意哦。你看，它就是那个那种中国那种传统习俗的一些东西。你根本就是看到这个吸的，你就可爱吧？你根本只是想要吃吸着这个东西而已。因为我刚刚看他玩这个玩很久。我想抽这一个，这个超酷的，不过红色应该没了。红色在台面上，跟他换，最好跟他换。他应该只是要展示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可以换吧。然后老板在旁边流汗。哇，他的吊卡是长这个，完了，他是森林啊，他很亮哎，哎，他的脚是这样哎，这样合在一起的哎，好美，我喜欢这种会反光的。我也喜欢这种很亮的。对啊，他叫轮子鸮嘛。嗯。不错不错不错，满意，这个我满意。好，下一个。下一个童年时光记，看它里面其中一只是这个恐龙出没，然后它有一个恐龙火火也很可爱。它里面有一个那个很多扭蛋的那个肚子。哦，童年扭蛋，这很可爱。然后它有一个两个隐藏版。人物画画的。哎，你很常抽画家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是美术系。这个结论呢是让家觉得他这样子没有让我很开心，因为你是画家啊。他是一个小人，然后他头可动哎，哦，后面有画笔，他画笔好可爱哦。对，然后头上有被画。知道，知道为什么拿这个吗？我这个我自己认定它就是隐藏版的啦。今天最得意的，对，他其实很厉害，他这么多款里面竟然抽到那一款。我用一个小飞波跟你换，你知道他唯一一个喇叭不就他哎？对啊，他抽到哎，你要跟我换这个？不要。我真的要说这边的那个一不是一盘，这边的盒玩都更新都是最新的。它的风格比较不一样，对，而且它的速度很快。老板娘说，哎，我这边都有这个新的，我有这么多新的，他们更新速度很快。对，它新的是我自己就知道它这个讯息，然后在这边竟然看得到。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我们新的一个高雄可以拍的片。我说都藏下来高雄了，对，那妈咪很开心哎。对，一定要藏下来。问你们帮我。帮你什么啊？帮你买台车是不是？还要买高铁票？高铁票。好了，那这边是我们终于踏出台北到高雄，因为那时候就说杨根廷搬到高雄之后，要开发更多的店给大家认识，对，更多高雄的店可以让大家知道。是的，那这边是多多玩具，资讯在这里，在下面。高雄的朋友有福哦，可以常来这边玩。好的。今天我们三个频道，第一个频道是三姐老公，第二个频道，第三个频道就是主频道，三姐卡卡，订阅起来，拜拜。好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
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，不要忘了还有小铃铛。拜拜。